界各地新的任务，新的挑战，超级飞侠在身边，神奇世界千变万化，一起冒险。乐迪，有颗热血的心，朵朵，充满发明热情，我是爱心小爱，叫你的酷飞，超级飞侠光爱你，刷啦，看超级飞侠，困难从不怕，去帮助朋友是我的使命，超级飞侠我爱你。战斗唐僧宝柄剪纸画上。唐僧薄饼，老板，我要一份唐僧薄饼。老板，老板，给我来三份。好嘞。是阿红，爸爸，我要去找阿红玩。阿红，你去哪玩啊？我也要一起去。我报名参加了小公园街区的剪纸比赛。剪纸你最拿手了。可是我还没想到要剪什么。嘿，要不来份我们家的唐僧薄饼，吃了没准就有灵感喽。呵呵，好主意，走。那好，这是最后一份了。啊，这么快就卖完了？没事，我先回家想想要捡什么，你下次再请我吃。一言为定。爸爸，我想给阿红做一份唐僧薄饼，你可以教我吗？做唐葱温度太高了，你还小，很容易被烫到的。要有防止烫伤的方法。有了，我可以找超级飞侠帮忙。早上好呀，安琪，今天我要去哪里呢？今天你要去的是中国汕头。汕头是亚热带海湾城市，拥有漫长的海岸线，沿海有美丽的东海岸和标志性的汕头北回归线塔。哇哦，汕头的海湾真漂亮啊。住在汕头小公园文化街区的阿斌订购了一个包裹，他想亲手做一份唐葱薄饼，为参加剪纸比赛的朋友们打气。哇，汕头剪纸真好看。汕头剪纸是当地的传统民间艺术，整体布局有花中套花的艺术特点。汕头的朝阳剪纸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哦。剪纸好好看呐，我已经等不及要出发了。很好，乐迪，带上包裹马上出发吧。乐迪，准备升空。准备完毕。是飞行时间。中国汕头，我来了。应该就是安琪说的东海岸了，好漂亮啊！是小公园文化街区，阿斌的家在那里。嘿，包裹快递！你们好，我是乐迪，每时每刻准时送达。你好，乐迪，我是阿斌，这是你的包裹。啊！嘿。太棒了，是防烫手套，我可以做唐葱薄饼了。呵呵，唐葱薄饼那是什么？是我们汕头的传统特色小吃，爸爸正在教我做唐葱薄饼，你要进来看看吗？好呀。乐迪，这是我爸爸。你好呀。你好，乐迪，我正在拉糖。拉糖？将凝固好的糖浆反复拉动，棕黄色的糖才能变成白色，趁着糖的温度再反复拉动，越来越薄，就能做出糖葱了。听起来很有意思。爸爸，下面让我来做好吗？有了防烫的手套，摸糖一点也不烫了。既然做好了防护措施，那你快开始吧。嘿。啊！阿斌，
兵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阿兵在做唐僧薄饼。阿兵，阿红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帮你一起做唐僧薄饼啊。一对好朋友一定可以很快做出唐僧薄饼的。接下来需要两个人的配合，把糖条反复拉长叠起。这个我知道，要先像拔河一样。加油，用力，继续加油，用力呀，加油加油。好累呀，怎么回事，怎么都拉不动。糖条凉了以后就会变得像石头一样硬，现在根本拉不动，我得把它重新熬一遍。你们要赶在糖条没有凉透前拉好。来，你们再加把劲儿，控制好拉糖的速度。糖又凉了，怎么又是这样？太可惜了，就差一点点。别难过，还有机会，是时候呼叫超级飞侠来帮忙了。超级飞侠？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，每次遇到困难，他们都会来帮我的。总部，接通。这里是总部，乐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和阿兵阿红正在做糖僧薄饼，但是糖凉得太快，变硬了，他们拉糖总是失败。需要控制温度的高手啊！我知道找谁去帮忙了。米粒，米粒的高科技一定能帮上忙。时间，嘿，你们好，我是米莉，来自外太空的明星。米莉，糖条很快就降温了，变得非常硬，我们拉不动。交给我，调试温度，空间扩展，发射，恒温保护空间，恒温保护空间。好酷啊！糖条变软了。在这个空间里会维持着让糖条软化的固定温度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一分钟后恒温保护空间就会消失哦。那我们赶快拉糖吧。还有30秒。再薄一点，再拉一下，再拉薄一点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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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来接住。乐迪，不用担心，我们来了。赶快把糖条切成一段一段的。看我的，乐迪加速。哇，太好了，唐僧做好了。这个就是唐僧，这些糖
糖块里没有葱啊。哦，原因很简单，你瞧这糖块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小孔？嗯，真的有呢。在制作糖块的过程中，由于空气的进入，糖块里面形成了许多小孔，这些雪白的小孔堆积起来，看起来就像葱段一样。嗯，所以这些糖块也就被叫做糖葱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太有意思了。现在就将糖葱包上薄饼。阿红，啊，你的糖葱薄饼。啊，嗯，好吃。老板我也来一份。人人有份，人人有份。给。我想到剪纸要剪什么题材了，谢谢你，阿斌。啊，这第一名的剪纸真特别呀！耶！超级飞侠，谢谢你们的帮忙，我才能做好糖葱薄饼，也给了我剪纸灵感。哈哈，不客气。我们的任务完成了。嗯，我们该回去了，再见。再见。勇闯天下。